综合格斗。还记得第一场比赛，当时心里非常紧张。我的地面技很不成熟，很怕对手把我摔倒。但是没有想到上场那么快就结束比赛了。那一刻一直压抑的心情忽然间得到释放，真的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练习综合格斗，尽管我觉得很累，但是我始终坚持。我总是不停地告诉自己，如果不去尝试，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最好的我？我想站在领奖台上，我想证明一个女生也能成为一名战士，我想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多远。没有人能够阻挡我前进的步伐，这才是真正的王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飓风女孩王雪。今天是腊月二十六，俗话说26去买肉，春节将至，对自己好点哦。